好，我把刚才的很快的录给你好了哈。我刚才忘了按录，现在才开始按录，来，没关系，我现在能够录多少就算多少哈。刚才忘了录。刚才没有录啊，哦，那我们，刚才忘了录，所以我们再录一次来，好，音节呢就是音的段落，我们也刚好复习，刚好这样应该也可以复习，音节呢就是音的段落哈，那音每一个音都有个段落，甘蔗节就是甘蔗段落，音呢有音的段落，那音节的公式哈，基本上就是子音加母音哈。子音加母音，哈，那它有规定，子前母后，子音在前，哈，母音在后，母必子当，母音是必要的，子音只是用来搭配的，所以有只要看母音就好。简单的说，我们音节就是看母音就好了，看母音的串数，哈。然后呢，我们在拼音的时候，好，我们刚才看了，在拼音的时候，就是子母一定要合音。你刚刚有看到我在念嘛？子母都要合音，哈。好，那这里要拼音的时候，你要注意哦，连母要算一个母，好。像这个 AI 是连母要算一个母，好，那字尾一不发音，字尾一哈，像这个 nice 那个一字尾一直不发音哈，字尾 y 哈，像字尾有 y 的，像 city 呀、啊、哈，Terry 那个 re 是母音嘛哈，哦，字尾有 y 的都是母音哈，这算母音哈，好，那一个音节10213142。4252就是一个音节的一个重音数，就是一个音节没有重音，累积是47%。两个音节，一个音节跟两个音节加起来有67%。三个音节呢，就是一个音节加两个音节加三个音节，总共有87%。好，87%。四个音节，一个音节加两个音节加三个音，四个音97%。五个音节是100%。那我们就把它背起来：10472167318742975210。那我们根据这样看，一个音节是47%，两个音节就是20%，67减27，三个音节只有十，三个音节有20%，四个音节有10%，五个音节只有3%，好，基本上是这样哈。那好，所以我们说今天呢，我们会第一个，我们先看它有几个音节。那以这个 mooncake 来讲的话，这个 O 是一个音节嘛，对不对？好，然后呢，CA 呢是一个音节，好，KE 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截断的，从这个 CA 的 C 把它截断，截断之后那个 N 跑到哪里？就跑到前面去的。所以这个就是 mooncake。那 M 呢就是念 M，O 是法则音，自成一格的音叫法则音。好，moon，好，mooncake，好，cake，好。那是两个音节，moon moon 哈，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执行这个怎么样去念单字哈，它的步骤是这样子哈。第一个，我们先断音节，就是说你有几个音节会不会把它切断，就看子母把它切断。再来呢，决定音节数目，这个已经知道了，10213142552，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六个音节，一个音节没有重音零嘛，两个音节一个重音，三个音节。一个重音，四个音节有两个重音，但是一个主要是主重音跟次重音，次重音就是第二个重音，但是比较轻，把它当成一样也没有差。好，那五个音节会有两个重音，一个主重音，一个次重音。哈，好，再来我们就会标重音，10021131142522，但是问题要标在哪里？那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要去教。哈，那穿音就是把这个音把它穿进去。好，那我们以这个字为例哈，U 一个音节，NI 一个音节，VE 一个音节，SI 一个音节，TY。那这个 R 怎么办？因为你是从这边切，所以 R 就给前面，所以它就变成 Universe，就是抖音嘛，Universe。可是它重音就是 ver，所以它就变成平的 University，哈，这个就是它是这样练出来。那这种音就是比较难的，五个音节算是蛮难的。所以你第一次碰到这个字的时候，一般的国中生他认为很难念，他觉得很长。对我们来说，长跟短是一样的，好，
对我们来说长跟短是一样，只要我会断，好，长跟短其实是没有差。OK， 好，那这个了解吗 ？OK， 好，那顺因为现在顺便录用快速录的哈，那这个呢，像这个是不是两个音节 ？Veto， 对不对？是不是两个音节？好 ，Veto， 好，这个一个这个叫做重音节，后面那个叫做非重音节。好 ，delicacy，delicacy， 重音节在这边。好，第一剩下的 delicacy， 好 ，delicacy，delicacy， 次音节在这边，这是次重音节。好，它是两个音节嘛，对不对 ？delicacy 叫美食，这个叫美食。好，它重音呢是在第一音节，这个是重音，是第一个音节。day 直一直念 a，day 好，这是非重音节 l， 好，次重音节在这边 ，k 直一直念 a，c，y 念 e 嘛 ，delicacy 好 ，billy 呢，这个呢 ，b i 是重音节 ，b i b 直一直念 e，b 非重音节 ，y 这个后面就是非重音节哈 ，li billy 好，所以单音节就是没有重音的 ，q 直 u 直念 u，q。Cute， 所以我们说音节它有四种，一个叫做重音节，那有重音节的部分一定会有非重音节，好 ，B 是重音节 ，L 就是非重音节。那这边有四个音节，因为它有两个重音，所以 D daily 是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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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音节 ，L 是非重音节 ，K K 是平的，是次重音节 ，C delicacy 叫美食，那这个字也可能是国中的单字。也可能是高中的单词，但是我们要念的时候，我们就要会拼，那会拼就要先断音节哦。OK， 好，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断音节的程序，第一个就是先断音节，好，大概会，再来呢，音节数就很简单嘛，一零、二一、三一、四二、五二，再来呢就是标重音，标重音要标在哪里？好，基本上会有系统会教你哈。那穿音就是把音穿，那既然要穿音哈，穿音就要把这个音把它穿进来，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些音哈，它有什么音呢？第一个叫单音，针对子音的发音，好，子音好，那少了 a 好，少了 e 好，少了 i， 少了 o， 少了 u， 就是针对母音，母音制成一格的音，叫针对这个母音哈。那母音呢是指 A 指哈，那个括号代表可以省略，好，括号代表可以省略，但是不能两个都省，所以指 A 指 A， 那个 A 叫做蝴蝶音哈 ，A 嘴巴往两侧张，张有 A 吐感，来念一次 A， 好啊，子母合音哦 ，cat， 好，那这个呢 ，apple 它这个 A 就切了嘛，对不对？后面没办法切啊，因为 L E 不发音，所以它只有个音节，所以它叫 A， 子母指它只有一个。前面没有指，所以 app 后音念 o，apple， 好，叫苹果，好，好，子一指呢念子一指哈，念 a 倒三的 a 自然音，跟前面那个 a 有 o 吐管不一样 a， 所以是念 bay， 好，啊，这里是两个音节哈 ，t t e 嘛，啊 d y 嘛，那问题是 d 没办法切啊，所以就直接给前面叫 teddy。好 ，teddy， 好，这是两个音节，泰迪哈，子一子啊 ，y 呢 ，y 呢，尾巴要念一哈，好，子一子，子一子哈，念一顺，一顺就第一顺位，就母音第一顺位哈，来，子一子念一，好，短音哦 ，sit， 好，刚刚有字变哦 ，sit 跟 sit， 好 ，sit， 那这个呢 ，b， 拉重音 ，b， go， 这是抖音哦 ，go，bingo，bingo， 好是，好这。冰果就拉中了，拉把拉中，猜对了，三个都是苹果 ，bingo， 你答案写对了 ，bingo， 跟你的对一模一样 ，bingo， 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拉猜对了，讲对了，做对了，这是 bingo。好，子欧子念啊，好，子欧子念，因为我刚才忘了录，所以这些是快速录的，回去比较好温习，子欧子念啊，嘴巴要全开哦，好，嘴巴要全开啊，好，所以 box。好，念一次 box，box 啊啊，嘴巴要全开哦，哈、哦、啊，这个是 fox， 啊，这个嘴巴是
两个差别来 ，fox fuck fox fuck， 这个下面念 fuck， 好，念一次 fuck， fuck， 好，对，念得很好。那子由只念 a bug 哈，这个叫一顺，第一顺位哈，第二顺位呢？第二顺位就是元音，什么叫元音 ？a 就念 a，e 就念 e 抖音哦 ，i 就念双音 i，o 就念 o 抖音 ，u 就念 u。物就是念 u 或物哈，那什么叫抖音？抖音的意思就是先往下降，再拉回来，没有拉中音哈。好，那什么叫往下降？我现在打个勾哈，往下，以回复原状，以啊，跟拉中有什么不一样？以一 a a 以。一，所以抖音不是拉中音，抖音就是抖，是针对长音的哈。那有人说长母音不是花长一点就好，不是花长，其实这样讲是有点不对，因为拉很长，我们都拉很短了、啊，拉很短了、啊。cake， 我还是念很短，我不是念 cake， 没有那么长，就抖一下叫 cake， 好 ，bake 烘焙 a， 好抖音哈长音，指一指呢 ，kk 也顺便记一下，那个 a 就是长音哈 ，e 就是那个 i 啦 ，e 好抖音哈。I 是双音 ，I，O 就是念 O， 啊 ，U 子 U 子它有两个，一个是 U， 一个是 U，J 是念 E， 一物 U 是念有 U 哈，所以 A E I O U U 哈，这个呢是第二顺位，所以母音就是 A E I O U， 它要分一顺跟二顺，在这两个地方转来转去哈，那法则音。法则音呢，就是自成一格的音，就是说它的音呢是自成一格的，所以 s 念 s，h 念 h， 可是法则音它既不念 s， 它也不是，它就直接念 sh， 好、哦，那 ch，c 是念 k，h 念 h， 可是它不是念 k， 它是直接念 ch 或 k， 所以它是自成一格的音。那这个呢，我要等着下次跟你教哈、哦。那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原则音有一个音变哈，音变呢，哦，音变嘛哈，啊，刚才有一个半小时都就是一那个录了是没有录起来，忘了按哈，你以后要记住按，我没有按就是没有录，好，刚才一直在跟你讲，所以急着跟你解释哈，没有录，但是后面才不录起来哈。好，那这个呢，强跟弱哈，英文里面最强的是这个是 a 啊 a， 好念 a 啊，这个也是第二强啊，这个是 a 抖音 a 第三强，第四是这是普通的 a， 这四个音就是单音节跟重音节的母音化的音，非重音节就是不是重音节，它只发 e 或 e， 它会集中在后面两个 e 或 e，OK。好，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样子我们说哈，这个呢，以这个字来讲，它是两个音节嘛 ，bo， 好 ，to， 它从这边切嘛，对不对？好，这边拉重音 bo， 二顺元音 bo bo boss， 好，这里就非重音节了，非重音节 t 二 t， 后音念 n，boston。好，以这个来讲，台北它是连母算一个母，所以 t, ai 是。法则音 AI 在这边 AI 你去找有44个，那这个要这个对照表是要把它放在头脑里面，我们要甩掉 KK 音标，要把它甩掉，要甩掉之前先自然发音法也是甩掉 KK 音标，但是呢，自然发音法它有个缺点，它那个 KK 有很多人一开始就没有学，所以他不知道那个 KK 他用自然把它念起来，所以 KK 它的缺点优点是 KK 音讲得很清楚，可是它没有跟字连在一起，所以 KK 音标的弱点是它给你 KK 音标，没有 KK 音标你就不会念，就变成说你的字跟形是分开的。那自然发音法刚好相反，它就是故意不给你 KK 音标，让你去念，让它产生连接，所以两个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KK 音标就是会念，可以看看 KK 音标你会念，可是你忘了这个音还是跟着字在跑，所以它不跟字，它只跟你就是念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它的连结。那自然发音法就是把 KK 音标把它拿掉，就是直接念，可是它会连没错，可是它的音它还是不熟，所以只有
融合 KK 音标跟自然发音，把它合成在一起，叫做音型辨认法，直接用对照表，用系统的方式硬把它念出来。那自然发音法就是教你看到一个字就会念，会念就会拼，那这样子的话念的速度会快，自然而然我们在背单词就会相对的比较快。那你在念的很熟，你基本上你会念，你的音就会自动的帮你拼，会自动的帮你拼哦，会自动的帮你拼。但是就是你要对照表要熟，要熟。好，那 AI 你看 TI EI 法则音 EI 在这边 EI 念 A 所以 RAIN 同志嘛，好 TI PAY 好 PAY 好是抖音的，好所以这叫法则音，所以四乘一格的音。好，那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字是不是很难念，这个字是不是很难念，小学是不是基础的，对不对？ E 是不是一个，你只要会断音节就好， LE 是不是一个， ME 一个， TA 一个， RY 一个，这个也是1 2 3 4 5，也是最多音节，五个音节嘛，五个音节会有两个重音，对不对？好，它的重音在第三个 MAY MAN， 好，它的重音在这边，其他的都是平的。好，这里这是这里 A 直接直一指嘛， A L L 这是非重音节， L MAN ARY 念 ARY 嘛， Terry ARY 念 ARY ARY 念 ARY 接尾词、哦，那所以音型辨认法 不只是国中的单词，连高中的单词你都可以念，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把高中很难的单词我们一下子就会念，不用说这个只会念简单的单词，比较长的就不会念，我们就直接可以跳到高中的单词来念，所以它有重要的意义。好，了解吗 Jim？ OK， 像这个字你不要说我们这个字你第一次看到你会觉得哇这个字我背不起来，那么长我不会念，这个字那么长我不会念啊，这么长我不会念啊，对不对？没有老师在我不会念，我跟你讲先断音节，一一个嘛，子母对不对？子母两个， ME 一个， TA 一个， RY 一个， Y 算母音嘛，那 N 怎么办呢？啊 N 你从这边切，那当然跑到前面去了，所以那这边 A Le Man Te Re。 好，问题是我们根据重音魔术10213124534叫重音魔术，一个音节没有重音，两个音节叫第一重音，三一二三个音节不是一或二，四二四个音节叫第二重音，五个音节是五三四不是三或四。那有关于这个不精确的叫做重音魔术，我们是大概，但是我们可能还会收到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会详细的跟你讲。那这个呢 A Le 平的 A Le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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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一直念 A May TA ARY 念 ARY ORY 念 ORY， 有一个叫 ERY ORY 叫接尾词，在这边啊接尾词，接尾词，这就是接尾词，这就是接尾词，有没有一个 ery 念 ery， ory 念 ory， ary 永远是这样念，但是我们现在国中高中都可以用，国中因为国中的单字都还算是比较简单，你高中的单字就突然变得比较长，一个字可能就像这种五个音节的字也不少，比较其实五个音节的字只有2%，可是我要考试我也可以考几千格啊，几百格，对不对？所以好，不过大部分会集中在三个音节以内。那我们现在看就是说这个音节断了之后，现在就是把这些音要音变，好，刚才讲长音跟短音，那音变就是说直挨直念，乙是平的 sit， 念一次 sit， 啊这个 ea 是抖音哦 e，所以子母合音 seat。 好，那我们来左左右，我先念左好 seat 好右 seat 好，我们现在综合了 seat 左右 seat 左右 seat 右sit 左 sit sit
seat 左右左右 ，OK。好，现在这个叫买 ，GH 不发音哈 ，GH 不发音 ，OU 是短音的 ，boat boat boat 左左右 ，OA 是法则音念 o boat o 子母合音 boat boat goat 好，那有关于这个法则音，我还是会教。这样，我现在只是做个例子之后，我们要来变。好，那我们说 beach， 只开始念 beach。Beach 母狗，那有没有骂人呢？你看，你说我有一只母狗啊，我养一只母狗啊，没有骂人啊。但是如果你对人讲说 you are beach， 那 you are beach， 那就是你是母狗，那当然是骂人。怎么可以把人说成动物哈？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母，就是骂人，特别是骂女生啊，啊，把女生说成动物。所以这个我不是要教你，常常我说这个字的意思是 beach。那我们常常说 some of beach。Some of beach 就某一只母狗，就是有一只母狗，没有说如果 你说 some of beach 是就是母狗。那如果说 some of beach some of beach 海滩上的某个人，那就不一样 beach。所以一个是长的，一个是短的 beach beach e beach。所以我教你音变，来，我们来音变一下 re 有没有抖 re 有没有？进回答 re 有长音。如果短的话怎么念 ？free free free， 可是我不是念 free 啊，我是念 free free。好 ，coffee coffee 有没有抖？有。有。如果我不念抖，我念短的话是 coffee coffee， 可是我不是念 coffee， 我是念 coffee coffee。好 ，foot foot foot， 长的还短的？短的。那、如果念长呢？长的话就是。Food, food, 抖音哈 ，food, food， 这就是长的 ，long 就是长的 ，OK， 好 ，food， 好 ，key, key， 长还短的 ，key， 长的 ，day, day， 长的还短的，好，所以我们现在说长音跟短音是不一样的哈，好，所以呢，我们会断音节之后，我们开始要来标重音，但是重音要标在哪里？就是要以后要跟你讲什么标重音，基本上叫做重音魔术，10213124253，一个音节不会有重音，两个音节在第一重音，好，但是动词重音在后，好，三个音节不是一或是二，不是第一重音就第二重音，四个音节在第二重音，五个音节原则上是第三或第四，没有六个音节的哈，那这就是英文的情况。那我们掌握把音型辨认法的音跟形之间跟它的规则掌握好之后，以后看到一个字会念的话，这样子会促成说我们看到一个单字，我们会跟它很熟悉，很熟悉是不是背得起来，对不对？好，我再举个例子哈，你有看过印度那个弄蛇师在玩弄蛇，对不对？他会不会怕蛇？啊，不会，不会怕蛇，他是不是每天在跟蛇玩，对不对？所以那蛇什么习性他都掌握得很清楚。今天呢，如果一个人看到蛇就怕了，你就说怕蛇就跑了，你怎么辨认它的形呢？你看到一个字，你就产生恐惧，不知道怎么去认它，你要去念它，要去背它又很难，自然而然就背得比较慢，了解吗？但是你把音跟形掌握之后，你这个音跟形就会对你很亲近，而且你只要念得出来，那个音就会自动的帮你拼，怎么拼？根据对照表，它就自动的帮你拼。所以你给我一个单字，你只要给我那个字，我大概就会拼得出来了。好 ，William V V W I Z I I William L L L William L L L E E I A M E V D N William， 好，我们就可以背得出来哈。那个叫加强 ，enhance enhance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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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 N 就是念 E 嘛 ，hence 直接念 A enhance， 好 ，C C I C S。所以你常常看单字，你就会知道它的音跟形，就会变成说你的自然发音法。已经会了，其实自然发音法就是音型辨认法，是规则道理是一样，只是自然发音法它太笼统了，但是音型辨认法 它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容易学习的系统，好，了解吗 ？OK， 好，那我们教单音，对不对？单音是不是刚？现在教单音是不是教了七个，对不对 ？B， 我们念一次 ，B， b b b
seek， 好，点一下叫 seek， seek， 好，是气声，气摩擦的声音，所以你摸喉结不会有震动哦，好 ，k、s、f 这些都不会口，那个声带不会震动，其他的不会震动叫做气声，你们叫做无声子音，其实这个一开始就给它弄错，无声其实是没有声音，错了，有声气声啊。无声子音就是气声，以后不要再讲什么无声了啊，无声就不要讲就好了，就没有声音了，怎么会无声？有声啊，然后叫我们叫无声子音，不知道谁发明的，就知道跟着错了。好，有气声哈，就叫气声哈，无声子音就是气声哈。C C I 念是 C C I C S C I C D 的 D。好，右边是辅助发音，左边是 K K 音标 F F G 个。G I G G H H J G J G Cake Cake。好，现在我们来看前音哈，前音跟后音哈，来，好，那个前音哈，前音呢，这个我们说前音呢，就是针对 L M N R 哈。LMNR 它要分前音跟后音，前音它的定义就是音节之内，我这边写个红字，一定要音节里面的 L 就念乐，前音 M 就念猛，那前音那个 N 就念 N， 那 R 前音就念路。好，后音呢一样是 LMNR， 在音节之后，所以音节之后 L 就变乐，变成 O， 舌尖抵上时变那个 O， 那M 本来是念 m 就变成 m， 前 m 的 m， 那前音是念 n， 后音就念，前音是念 n， 后音就念 n， r 前音念 lu， 后音就念 e， 好，所以这个前音跟后音，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l， 好，这个 l， 好 l 平，好，我们已经那个调过音了 ，l 念是 l， 好，那个 l 哈。舌尖抵上面牙齿的边面，你把舌尖哈抵住上面牙齿的边面，念了。好，后音呢一样，舌尖抵上齿背，你就抵住上面念哦，不是没有抵的哦，要一定要抵住哦，你的舌尖抵上面牙齿的背面，念哦，念一次哦，哦，对，就这样，你念得很真清楚，念一下就好，哦，了哦，好，你看看指一指是不是？是不是第一？这个是不是前音音节之内，对不对？好，音节之内，所以念 lake。好，一指一顺哈。好，你看这个是不是两个音节 ？OK， 是不是两个音节？会不会？好，会哈。好，那怎么办？两个音节，好，指一指没有指怎么办？那就不要了，就指一就好了。哎，了前音念 lake。累，念一次累，拉重音累累，好，现在呢，非重音节 m o m m m， 后音念 n， 累 m n， 累 m n， 累 m n， 来念一次累 m n， 累 m， 啊，念快一点就累 m n， 累 m n， 好，好。OK， 好，所以前音，那后音呢？后音呢就是念哦，但是舌尖要抵上齿背哦，来念一次 ，da，da， 念一次 da，da，da， 哦，我还念哦 ，da，da。好，现在是不是两个音节？对不对？对不对？好 ，n 就给它前面，因为 n 没办法制成就。留给前面，从这边切嘛。好，指一指念 a，pay，pay，pay， 好后啊 ，n 是后音，然后念 n，pen，pen， 好 ，c 现在念死嘛，是不是 c 现在念死 ？pencil， 后音念 o，pencil， 好，后音念 o 啊，后音不是念 o 吗 ？OK， 好，再下一个 m， 来念一次 m。好，前音念 m， 啵啵啵的 m， 好，后音呢
你会不会讲台湾话？亲家母，你会不会讲台湾话？你台湾话讲给我听，亲家母你怎么讲？不会，你听得懂台语吗？听懂一点。好，那没关系。你有听过阿布吗？木，陈木，有没有听过陈木？陈木，陈木就是亲家母。嗯，好，你就讲嗯，念一次嗯，最后一念嗯，所以 Tom，Tim，哎，所以前一念么，后一念嗯啊，只念啊，好，Mom，好，这边是不是两个音节？对不对？是不是要拉一个重音？好，子挨子念乙，好，来，咪咪 mini mini 就是迷你，迷你就缩小那个迷你，哈、哦、啊，也是名字。我们女生有人就叫 mini，好、哦、好 mini 叫迷你，好，念一次 mini。你好，那 m 是不是前 n 是前音还是后音？前前音音节之内啊，对不对？好，你。n 是前音还是后音？前音。还是前音呢、啊？我们永远是在音节之内嘛。OK，好，现在看这个 Tom，M 是前音还是后音？这是音节之后哦，没有在内哦。啊？口音。对嘛？啊，因为音节之后啊，没有在内啊，所以是念嗯，所以前音念 m，后音念嗯，好，所以 Tom，Tim，好，现在 n 也有前音跟后音。前音念 n，后音念 n，好，前音念 n，后音念 n，好，现在呢 n，好，ew 是法则音，ew 念 u，念一次 u，you 它是法则音，制成一个音啊，子母合音 new 抖音哦，要抖一下 new 哈，好，子 s 是不是念 a？OK。子 s 念好，snack 是点心，好、哦，那你念错就变毒舌了，好、哦，这变毒舌了。我们现在刚好可以做一个音变，哈、哦、，snack，OK，、okay? 念一次 snack，OK，、okay? snake。啊，下面呢是毒舌，抖音哈。哦下面没有，下面是 a，snake，snake，抖一下哦，是蛇哦。好，snake，snake，Snake。 snake，下面是 a，snake。好，你 Snake。 告诉我左右哈、哦，上下好了，我先上，然后上山下山，snake。Snake, snake，下山。Snake, snake, snake，上下。Snake, snake, snake, snake。好，你现在告诉我上下好不好？Snake, snake, snake，下。Snake, snake, snake，上。Snake, snake, snake，上。OK。要不要给你测试一下？来，我现在要三个哦，四个好，给你四个好，你告诉我上下就好了。Snake, snake, snake, snake，哪四个？再一次，snake, snake, snake, snake，这四个是什么？上下香。上下，OK，好，我现在改成三个好了，改成三个好了。Snake, snake, snake。再一次，snake，没有，再一次，你再听清楚一点，snake, snake, snake。这三个，下上，snake, snake, snake。OK，好，所以这个 n 是不是都是前音？是不是音节之内？
对不对？呢嘛，对不对？都是念呢。那后音呢，念 n， 所以这个是不是音节之后 ？pen 来念一次 pen， 倒三哦 ，pen。好，啊，现在这个痛苦，痛苦要怎么念？啊 ，p a i n，OK，、okay， 这变长音了。好，字变 p a i n， 好 ，a i 是法则音 ，a，pen， 念一次。好，这是长的。好 ，pain， 好，这是痛，好痛哦 ，pain， 这是 pain， 念一次 pain， 这个是 ai 是法则音 i 或 a，pain， 好，所以这个下面这个是痛，上面是上面那个是比，好，一直比着比，好。OK， 好，所以这个都是后音，是不是后音？音节之后 ，OK， 是不是音节之后没有之内吧？对不对？是不是念 n？ 好棒，好棒就是小圆面包，好红豆面包、小圆面包。你有听过包子吗 ？Meat bun， 就这个字。还有麦当劳那个圆圆的小圆面包，麦当劳那个面包是不是圆的？啊，还有你那个红豆面包也是圆的，那个棒，还有你那个什么肉包子也是 meat bun， meat bun， e s 法则音 meat bun， 棒就是小圆面包哈。这是不是后音？好，我们教了13个喽哈。b b，、啊、我们各念一次 b b b seek seek c c i c s c c i c s did did f。几个？几个 ？G G I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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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 G H H 戒指 cake cake L L O L L O 首先底两个都要底哦 L O L O 前音音节之内 L 音节之后 O 好 M M、嗯前一念 m， 后面一念 m， n n n， n n n， 前一念 n， 后一念 n。好，那右边好，现在呢单音教了14个，啊，原则音就是针对母音，指 a 指括号代表可以省略，括号代表可以省略，但是不能两个都省，所以要么。母音前面有子音，要么后面有子音，不能全部都没有。OK， 好， okay. 所以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指母子 ？OK， 这也是指母子啊。这个呢，你这个是不是只有母子而已？是不是只有母子？母跟子对不对？啊 ，L 一是子母嘛，可是字尾一不发音，所以它就只有一个音节而已。哎，子 S 念 a peep，L 念 o， 是不是后音？后音不是念 o 吗？首先底上词背哦 ，apple， 念是 apple， 好，子 a 是 a， 好，好，那这个 a 呢，嘴巴往两侧扬软，两侧张有呕吐感，好，子一直念 a， 倒三那个倒三 k k 哈，子 i 直念 e， 铁轨音 e， 好，子 o 直嘴巴要全开，阿里山的姑娘要全开啊，啊，啊，子 o 直啊。啊，好，所以 box fox 好，子又子二一座山二好 bug 杠好，第二顺位元音就是 a， 来念一次 a， 抖音开始要抖了，抖一下，先半抖，先放下来，我们把它分解两个动作 a， 跟着念，好，拉回来，没有教你拉重音，只是拉回来而已哦 a。A 好，分两个部分 A 回 A 一起念 A 没有拉中音，拉中音是 A B B C C， 没有拉中音，只是抖而已 A 好，所以念 Cake Bake 烘焙，好，子一时念 E
这个 plete plete delete delete 它的重音它是两个音节，可是它重音在后，因为它是动词，重音在后 delete delete 好 truncate tr 念吹啦，好，这个重音它是两个音节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那 u 没办法就放到前面 truncate 好 truncate at 永远是念 it truncate truncate 是三减，好，这个是还蛮难的，但是你国中你不只是国中的单词会念，连高中的单词你都可以把它念出来，好，这个是高中的单词 truncate 好，好 slice 念 i 念一次 iFine Fine Die 好，这是元音齁，子欧子抖音 All Coke Coke 就是可乐可乐好 Poke Poke 就是戳好，所以你开始以后你念开始会念的时候你就要记它的字义啦，以后会念会念可是它还有字义啊，所以我们就来，所以说你听人家念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拼，然后意思是顺便记。所以一个单字里面最重要的要素，你已经有会了三个了。第一个，你知道他怎么拼；第二，他怎么念；再来就是他的意思；再来就是他的词性，词性是动词。接着呢，我们把八大词性：形容词、名词、动词、受词啊、动词，然后动名词、介系词，好、哦，还有连接词。我们把它放在句子里面就会形成我们的句子，所以在国中的部分我们会开始教什么跟国中相关的东西，好，了解吗？ OK 好，那你会至少你会念单字之后这一块背单字比较快之后就是一个很大的精进了，那再来我们再来教你国中那个学测会考，这笔会考那个每一大题的重点要怎么去看、哦、那更会融会贯通。好，来我们看一下，子 U 子就是呜呜，抖一下呜呜。好，你看 U 是不是有尾巴？有尾巴是抖音呜呜。前音是不是前音？嗯、前音嘛，音节是念 blue 是胶水，好胶水 glue 哈。好，刚才那个 poker 扑克牌 poker。扑克牌，好，我教到这样，你会，会有困难听得懂吗？还是 OK 吗？嗯 ，OK，OK 哈，好，是这样子啊。有时候教哈，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还需要练习，本来就是需要练习，好，但是呢，你至少我们第一遍听得懂，再加上练习，就是熟能生巧，听得懂吗？熟能生巧，我会念，可是我要记啊，而且要熟啊，所以我要说多熟。我刚才说怎么比喻，你把一颗石头从十二楼丢到一楼，到从十二楼丢到一楼的时间，你可以把单音花完，就算通过了。OK， 好，那你现在我们用最慢的速度 ，b b c c c i c d d。F G G G I G G H J H Cake L L O M M N N N P P Q U K U R L U S S Z T T V V W U X X X Y 前 E Y 中 Y 后 E 短 Y I Z Z 好，你像这个就是。慢的就是最基础就比较慢，那我们要熟能生巧，当然我是希望石头开始丢 b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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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f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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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j g k k l l o m m n n r u s t w w x x y 前 e y 中还有 z z， 这样就是熟练。 OK， 听得懂吗？了解吗？ OK， 熟练好，所以不用去先求会再求快，了解吗？好，那母音呢？母音是怎样？母音呢就是子 A 子的天下了，一顺跟二顺。好，母音开始来，子 A 子 A A A， 子 E 子 A A A， 子 I 子 E， 子 I 子 E，
连后面子也念一下，子欧子念啊，子欧子念啊，子有子二叫一顺，哎，子 s 哎，子一子哎，子 s 一，子欧子啊，子有子二，二顺，第二顺位原因就是怎么念 a 抖音 a， 子一子 e 就念 e 抖音，子 s 双音 i i， 子欧子哦哦，子有子它有 u 跟 u 两种 ，u 跟 u， 像这个是 blue huge 啊，好，这个就是。这个原则音哈，那我们教这些调音，调好音就是主要就是要调重音跟非重音，主要是要拉重音，最重要调音就是为了衬托什么是重音，所以 A 平的 A 拉重音 W 三个字 W 平的拉重音 W V V V U 两个 U。U 啊，好，那法则音呢？法则音 S 念四嘛 ，H 念呵，但为什么念 H？ 因为它是自成一个人，有44个。那把这些对照表之后，把它背得很熟之后，再来我们已经开始在教你怎么样断音节。好，那断音节呢？好，像这个母 M O 一个音节嘛 ，C A 一个音节 ，K 因为一不发音，所以没办法断，所以从这边切。那 O N 就跑到前面，自动而动就跑到前面去了。所以 O 是 U Moon 啊，两个音节要标重音，所以重音在这边。母 Mu Mu 后音念 N 嘛 ，Moon 好 A Cake Moon Cake， 这样就拼出来了。好，这样讲你听得懂吗 ？OK OK 好，那现在呢，就是说像这个好，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是没有学过，这个是高中的单字。那你说这个单字我要怎么标？比如说这个叫经济，好，我们用你比较会的来。好，那有一些规则，比如说其他的比较细的规则，那个可能好，可能到后面再给你教，甚至高中的时候就可以用哈。好，你现在看，你先看它几个音节哈，这个叫经济，一是不是一个音节？C O 一个音节 ，N O 一个音节 ，M Y 字尾 Y， 所以是几个音节？是不是四个？四个音节是不是要标两个重音？对不对？是四二，对不对？好，我们只要标主重音就好。好，重音在这边，子 O 子是不是念 R？ 那那念一次 ，Nami， Nami， 好，这样叫做 Nami。好，一就是花元音，以，以，平的，以，以。非重音节，这边已经是非重音节了。economy 念一次 economy， economy， 好，按你只要会拼，你大概 e 就念 e 嘛 ，economy 就是你看的字在念，大概就拼得出来了。OK， 好，好 ，s i o n 这个因为这是牵涉到法则音了 ，s i o 念弦或卷，那这是几个音节？一、二、三，对不对？对不对？那 S 就马上到前面哈 ，re， 它重 S I N 重音在这边 ，C C C I 念是 station， recession， 念一次 recession， recession， 叫不景气。那你说这个是高中的单字，当然不是国中的单字，但是你总要跳到高中吧？你现在是二年级，对不对？你在两年之后就会跳到高中嘞，那高中跟国中又差很多。高中字变长了，然后文化也变长了，系统也变长了，所以呢，国中的基础对高中也很重要，所以你以后还要读高中哦，哦，高中哦，至少高职嘛，高中高职，那高职一样有英文啊，都一样，高中高职都一样啊，高职就是念技职体系的四级，但是现在的趋势好像是大家都要念大学哈、哦，有这个趋势啦，啊、哦、，recession 也，所以很多高职生他也去考大学了。好 ，recession 就是不景气哈。那这个字呢，就是说怎么去断音节，对不对哈？那这个呢，音节我们可能今天要上到这边啊，断音节是不是会断了？会不会？大概会不会？那音节次数是不是10213124534的？哎，不是，重音节是10213142，对不对？OK， 那标重音我们只知道说两个音节会有怎么标重音，那怎么标我们还要找时间跟你讲，是这个地方比较麻烦。
好、哦，它总共有四套规则。那用一套规则就是魔术，10213121234253这个叫魔术。串音就是把刚才那些音串，那你要串音，至少那些音要会熟，听得懂吗？你那个音要熟才有办法穿，啊你，就是你有衣服才可以穿，啊你那个音的结构，那个对照表 B 不是一个 C 三 C 四 D 的 F，你要把它背熟，了解吗？OK，好，我们下次继续上，下次会提早到1:20哦，因为我4点要去看牙齿，就一次比较早而已，可以吗？OK，好，那你回去的时候要去练习哦。好，那至于国中的部分，可能。先这个部分要先弄好，OK？国中的部分我们后来再赶上，再赶，我们现在已经在赶了，OK？那赶是出于必要，就是赶快把它结束掉，教国中的范围，OK？其实这也是国中的话，因为国中有人还是不太会念比较长的单字，OK？这个叫音型辨认法，OK？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哦，OK？啊，我等一下我把这个档案跟寄给你，OK？好。好，把握你的时间，不要看过去，看未来，好吗？好，今天就到这边喽。好，OK，感谢你的耐性。好，白老师就这样子了哈。好，谢谢你，拜拜。好，谢老师。谢谢你，好，Jim，谢谢。